就是我們間房二樓第二間室啦，你咪睇下先。Yes， 有個位掛衫啦，俾你放行李啦。入嚟睇下廁所先。Hi hi， 廁所除咗一支洗手液體咁之外，係其他都冇嘢。呢個係花灑。都算乾淨奇麗啦，跟住有兩個大 locker 可以俾你鎖嘢，可以將自己啲嘢鎖喺入邊。我要瞓著咗啦，我就係牀嘅 Abby 啊，就係咁樣啦。好，喺呢度先。呢度是可以出去的，它有條 key 咧，係俾你咧開呢一個門出去咧，就一個 balcony 咁嘅位置出去，可以睇到出邊嘅街景。